Wing Car 咁啊嚟到炉石战记啊，今日就系又系新嘅旅店大乱斗啦，咁啊睇下先，今日猎人或法师胜利，咁睇下可唔可以玩啊猎人或者法师啊。好，每个星期都有疯狂嘅换法啊，新嘅疯狂换法，咁今次系传送门啦，终于恨到啦，之前织网者嗰轮之后都成日谂住恨咗传送门好 X 耐嘅啦，所以就今次嚟传送门啦，都系照旧经典卡包。咁啊，因为要支牌要储钱买下一个 set 啊，呢个系银百联赛啊，准备买，所以就唔好使钱啦，咁就储下钱先。咁啊，而家就系玩呢个旅店大乱斗啊，召唤太多传送门啊，很多传送门。咁啊，玩法师同猎人啦，咁啊做任务啦。辛拿对安道恩，秘法飞弹可能有用喎。咁啊，开咩传送门？咁样睇下仲有咩其他法术卡？应该系一系20张传送门加10张法术到可能，我觉得个比例，或者系35，唔系或者25张传送门啦。我已经唔知啦，应该好代币啊，头枪传送门啦，既然系咁就。咩冇足够法力啊？直接出！哇，管理者埃克索图斯啊，Major 啊，呢个系死咗之后变炎魔，就八滴血，但英雄技能变成就扣人，就随机敌人八滴血。好魅魔，抌紧手牌，抌咗传送门。我好想飞弹佢，但系下个 turn 先，下个 turn 如果飞弹飞中2飞都可以用呢个扣二。唔系用两 mana 扣一扣死佢，Tostingo 嘻嘻嘻嘻嘻啊！我俾下飞弹，中起码两下，你三下中晒，开心仔，传送埋门佢，滋滋滋滋滋滋滋，哇哦，传说2张传说正。嗱，你变咗炎魔，然之后又免疫任何嘢，咁啊最正嘅呢个感觉。我传送门，再传送门，咁啊已经2张传说啦，跟住开心仔，睇先，火炮靓啊，因为蜕变4血以下就烧爆佢啦。伪装大师啊，衰黐线，有冇太多传说了吧？所以科加得，咁下跳佢应该可以开始出嘢啦，真系好山灵巨人啊！手上每一张牌啊，消耗减一，传送门传送门伪装大师，下个 turn 烧死佢都得，系啦。咦，可以变成五或者一喎，即系点都抵喎。变五，即系88变五系劲抵嘅，好似系潜行大师。咁啊，净系打到张44，咁我下个 turn 可以一嘢烧死佢，或者唔系啊，或者我需要科加德都得。巨魔莫古啊，我打错人嘅。暴龙啊，变成一张。唔系佢仲所有手下，系全部嘅手下都有50% 打错人。好啊，呢、這个都打得错嘅咩？呢、這个我真系唔知。哇，两张米加尼斯，黐线！你试下打错啊！你试下打错。咁如果死咗复活，系咪要再变翻只 Major？再死咗，再变炎魔，两只炎魔咁样。啊！呢个冇打错啦。呢个又打错？你成日中意打面嘅喎。
好，第一只米加尼斯，我先用恐怖手段，我人有免疫嘅，你打错我人都系冇用噶。应该有 setting 系唔可以打人嘅，相对米加尼斯之后会，唔太清楚啦，咁详细就。哦，沉默，咁咪而家我又可以打人啦。好，打错系边个呢？打错人喎，关键系佢本来唔系 target 人嘅，会唔会犀利嘅？点解得翻七滴血啦？已经黐线，暗影状态，再烧两滴，黐线。咁下厅咁样打死我，哦，森林看守者，咁啊得翻三滴血，黐鬼线。谂下先，再出米加尼斯啊？啊，唔系，可以用呢个送死跟住复活。啊！我冇打错啦，今次终于。好复活。米加尼斯使用恐怖手段，咁而家又得翻三滴血呢，其实揾只索图斯杀咗佢都抵。好，再传送门啦。有咩兽可以打爆三五招，同再打爆七有七呢？有咩手下可以咁做？不过佢有沉默嘅牧师，已经见到佢系呢个，你打落嚟就系扣自己血嘅啫，只系一路系有需要科加德去复活嘅。呢只去送死，跟住呢个冲锋打落去都得。哇，费伦系你，可以造成2倍伤害啊！佢嘅嘢就可以。燃爆术。全程炸二啊！打死晒自己啲嘢去啦，打落去个人度啦，传送门啦，无视学徒，犀牛够唔够位啊？头先死咗几只嘢啊？两只啫，咁可以仲犀牛，and 变翻堆上嚟，需要科加德，死咗三只，啊，系你头先嗰阵死，我啱啱死咗啲嘢咁嘅，少咗啲咩呢？唔知咯。我有传送门啊，得翻三滴血，沉默所有佢嘅其他手下，唔关我事。哇，蓝雀全场烧二啊，咁暗影状态啦，呢个系心灵钻刺，身为一个牧师嘅暗影咗之后都几恐怖。冇啦，死啦，系 GG。呢个正啊！呢、这个得得得，获得卡牌包，不过就做埋猎人嗰个任务啊，咁咪先完啊！猎人，Meanwhile，我准备下个配乐先，准备呢个印抽卡包嘅游戏王配乐。应该 set 咗我的最爱咧，或者 set 条 link 喺个桌面度咧，每次就揿落去啦。其实上个礼拜都有拍呢个片嘅，呢、這个雷电大乱斗嘅片，跟住又系打任务抽卡包嘅，但系就唔知点解咧个 Twitch 唔俾我上传咧，所以就即系 Twitch 嗰度唔知点解系我上转咗 YouTube 嗰度啦，然之后佢系话咩格式转换失败定系唔知做乜嘢。咁就冇咗啦，所以最后就咁比较抱歉啦，系咯。上次真系好 epic 噶，上次玩咩？谂下先，11开始有10个法力水晶，然之后抽卡抽咗唔知3张史诗超屈技，但系冇啊，咁由佢，Twitch 绝唔俾我转，咁啊由佢。因为呢排其实我想点都想，因为我都拍得唔错嘅。咁我就想喺 Twitch 嗰度下載，再上去 YouTube 得唔得？
但系 Twitch 下载嗰个嘢都系 bug 咗，即系下载唔到，所以就唔太好。好，呢个系十方机械人啦，得到呢个一唔系唔抵，除非有其他机械人。咁我咪睇下机械人啦。咁对面都系传咗一次两次啊。对面传咗两次都系未有。咁啊，召唤宠物嚟讲系因为副影应该冇野兽啊，所以就系应该系收执翻张传送门上嚟，最多都系喂有传说，垃圾流尸啊！酿酒大师、老虎、放狗，竟然有放狗咁搞笑。好，传送门，咁照两招缝咯，呢个系光速传可以顶一下嘅。野猪同光速传有冇用呢？即系顶一下嘅啫，下个 turn 先为咁零嘅，唔使唔使钱。爆炸完射击先下个 turn 等我，放狗再爆炸射击，唔系我冇 mana， 因为法术系要钱嘅。哇，绿皮队长，好爆裂射击。冇打得一滴啫喎，咁咪唔都有冲锋咁，唔使出住都得，因为佢都系一点样杀咗佢。好，继续传送门啦，地面都系秘密，会唔会复制咧？好惊，出只野猪斗漏佢复制先，复制野猪吧，复制惊象，诶冇，系嘛？咦可以？我赋予其他所有鸡嘢冇嘲讽，半神的恩眷或者系尊师的教导。又唔系气化喎，系咩咧？唔系镜像，唔系气化，一系复制法术反制。应该出过法术，有冇出过法术？冇喎。复制法术反制，仲有咩咧？寒冰护体冇啦，打咗佢人啦。仲有咩咧？一系屏障，一系就系法术反制，一系就复制。万兽之王啊！睇下先，五六系爆到嘅，睇下啱啱啦，系咪复制呢？都唔系喎。可能真係寒冰屏障咁搞笑，咁就睇下有冇機械召咗用嘅十方機械人，等佢有用啲先。係冇黑翼技師，睇下有冇龍啦，俾只龍嚟。誒，飛到手靚喎，又係十方，可以兩隻十方喺度互死。飛刀，真係寒冰屏障之係。不过法师嚟讲，佢都系最惊佢系一下炎爆术就爆死晒，唔系炎爆术爆头爆死我，跟住或者其实可以用唔知道有冇 random 乜连冲击俾佢啦，所以就好对面都系飞刀手嘅史塔拉格七四啊，再传送门，好打爆一只嘲讽，打爆两只嘲讽。融合犬，好再飞刀回血，可以释放三只狗啊，都系上限，因为而家已经就四只嘢啦。咁放三只狗试下先，即系睇下点先。第一战，第二战，第三战。打人，兩個十方樓，好 end turn， 得翻五二啊！我哋傳説嘅樹人啊，
系咪上德鲁伊？佢系半神嚟嘅故事里边，我记得系 semi god 咁样咯，demi god 好似个词啊。好，特洛格佐尔啊，出发术嘅时候就照咗只三五俾佢啊，咁啊，要唔出发术嘅情况下打死佢先最得。哇，点解回我回佢嘅？咁啊，唔好出法术咯，直接打死佢咯。咁传说换传说系 OK 嘅，我觉得。好，准备飞刀啦，大家。呢个系冰霜元素，可唔可以冻结佢？应该系 target 唔到，潜行咗。召唤宠物先，传送门啊，召唤传送门出嚟。枪手啊，好愚人。我射中佢喎又，头先已经 check 过，唔系啲应该寒冰屏障嚟嘅，所以就我一切都唔错啊，而家暂时都唔错。打爆光速拳，我醒目喎，又嚟。冻结佢都有用，造成两点伤害，造成两点伤害，就边个呢？呢、這个啦，斗我啱啱射箭射中佢，我冻结埋你，再传送门，射佢，法术佬，法术佬加法术，呢样就好似难死啲，加落去。射箭，打佢人，打佢人，打佢人。不稳定嘅传送门。哇，米加利斯？不过头先我场我咁多传说，今场俾张传说佢都不为过。不过下一 turn 都系要死，如果系咁样，即系可怜。我睇下传到啲咩出嚟啦，射箭就射唔到佢嘅，咁啊自己投降咁啊 GG 啦。送个玩得不错俾你啦。好，咁我哋开卡包，我做完任务啦，开卡包，跟住就系开个配乐先，游戏王经典配乐。我真系 search 个 YouTube search 出嚟嘅啫，好经典卡包，蓝色啊，其他就冇啦。传送门有用啦，咁啊，不过就而家术士好似唔啱使，唔知揾恶魔 dead 定系。动物园先落到，愤怒本身都抽卡个牛龟有用，锤轮炮都如果系竞技场系唔错嘅，咁正常嚟讲换咗四都抵嘅。监工啊，唉，好多战士呢排，好多呢个 patron，呢个系奴隶主战士，升级战士少见到武器 deck 嘅，不过可能你出张52嘅，冇奥金收刮斧你加嚟都有用，或者你本身砌六皮队长嗰啲战士，即系武器 deck 都劲。今次又冇史诗啊，冇传说啊，不过就算系咁啦。系啦，咁我系 Wing Cloud 咁咯，GG 啊，咁啊，今次酒馆大乱斗嚟到，旅店大乱斗啊，系，使乜改翻要旅店？冇理啦，咁我 Wing Cloud 咁我 GG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诶，播埋个音乐都得，其实。